我们现在哈就要快乐的出航哈，到我们半山顶洲的南端哈啊，做那个定沙的一个工作哈。那最主要我们这个工作最主要是要防止沙洲南端的土沙它流到我们的养殖区，那就会造成我们养殖区的养殖面积会缩小哈。外山顶洲在行政院里面是列为一个专案计划，所以跟各位报告，在行政院里面非常重视外山顶洲的这个保护工作。我就是伫在民众参与保护，一支一支往下做。啊，今年若做了有效，我们会继续来做的。大家来到沙冈，那我都做的所在，较细间，我就一步一步做起。外山顶洲的这一个养殖区域有5000公顷，那现在呢，这个养殖区域呢剩下1000公顷，它这个在都影响的啊，我们所有养殖人家他们的生意的问题哦。三级的沙洲已经满全台湾多的部分啦，啊，那啊这个沙洲人过来了，是不是咱会当啊，你家十三十倍马鞍城啊，哦，还是不咱呢？台湾光顶啊，那是来这样竞争呢，还是讲来让一万公司呢？安尼用一万公司的人，诶，抢抢过来，给做咱的沙滩，安尼咱就减少咱的一个费用哦，企业来给咱经营。啊，再来呢，我想咱云嘉地区的上配草里面都有好多鱼种配类哦，啊，带小孩子来这边一日游哦，我想让小孩子就学会珍惜我们这一块土地，这一块沙洲哦。